这个全世界排行第23的这个郭台铭，他的身价来到3094亿，第四名是林耀英，他的净财富高达970亿。他有关键的7P 镜片的一个技术。对，没错，盘中一度最高到6075块。这个护国神器里面，我们可以做国土量测，打一个氮气，让它下面的灰尘哦建起来，对，然后它有个吸盘一样的东西，太空人吃的冰淇淋，像欧瑞老干。对，你可以吃吃看。嗯，好硬，很硬哦。今晚8点，国民大会。